咱看到天下天灾人祸这么多啦，那真正是真需要祥和，真需要平安，真需要这个天气祥和，这都是咱需要。所以咱环保呢嘛做真好啊，这拢是环保菩萨啦。你看环保这么多，大家人寸步破路好大地，大家人一点一点做哦。咱的环保站呢，真普遍啊，亲像咱有看到吼，那这个福林环保站呐，啊，这位老菩萨这个家庭也都是很关心环保。我感恩上人，这组织环保站，我们在老大人来做环保，环保站在孙亚书记。拢真和蔼和气，啊，真照顾我。在这组一个大家庭，我感觉真温暖。我每日透早五点拢会心外香，啊，听上人的开示，得到会增长我的智慧，去除无用烦恼，啊，过去不好的习气拢。改进啊！孙亚师姐，大家来新华乡啊，就来哦。上人的话是宝，上人的话是宝哦。我要跟上人的脚步行啊，我往行袂有啊，我爱往走的咯。我会把这有生的余年。我会做环保，啊，袂有这时间，空空白白空白安尼过。啊，我会更加多用心，坚持坚定，继续努力，一直做落去。看看陈居士，伊退休了后，虽然呐，伫职业退休啦。确实呢，伊无退休，还是投入做环保哦。啊，唔止说做环保，佮听法咯，心法相啊，人间的责任呐。以少年为家庭，为职业付出，年纪大啦，就回归为大地，保护大地啦。维护社会的环保，真正是真无简单。这回出来，一直拢听到老菩萨拢甲师父感恩咯、哦，家在有组织环保呢，好阮做环保做个真欢喜哦，环保无烦恼吼，身体好啊，啊，阮食老吼足有价值。这一回我到内湖看到了内湖呢一条龙环保一条龙，他从收倒回来回收，一直到呢，在那个所在用科技点燃了，粪扫在大地的问题，发烧啦，气候极端啦，造成了多少国家的大灾大难。那后来，大家人动手啊，共知共识啊，要安怎来做环保？环保大家人动手来做啦，地球呢再恢复发亮了啦。早上我一到，那一走进来就被引导去看我们的展览馆，相信啦、啊。在科技发达的新竹，应该呢空间还是很大，期待我们新竹的菩萨们可以都提供这样的智慧的汇聚起来，让我们佛法的
这种很科学观，佛学跟科学是非常的混合，我们多用一点心啊，佛学科学是融为一体，佛法的道理广阔无边啊，真正的与天地汇合在一起，这是真理。科学呢也是一样啊，感觉到说佛陀在科学医学啦，他都是通达无碍，期待我们将来的科技佛法都可以比较融会贯通起来。不过里面呢有如何呢推动数是不是讲吼一年一天的，不是哦，我要的呢要推的啦，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餐叫做一一一苏醒，大家人不关系，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顿都是受醒。假如能让人人觉醒，这都是要如数。如数呢对我们身体是最健康，脑筋呢、最清楚，这爱干我呢现在啦，为着要供应给大家人的口欲，要养多少多少牲畜啊，动物很多，这排放出来的甲烷啊，比我们现在所说的哦烟弹啦，或者是呢钢厂啦，或者是汽车啦、摩托车啦，比这一些排放的更厉害。总而言之啦，我们的地球被人类丑化掉了，破坏掉了啦。我们现在呢要如何让这样的地球来拯救它，敢那有一行就是大爱共伴有情天啊。在103年，领环保志工证在桃园，听到台上师姐分享熏法香，我不懂什么是熏法香，但是我很好奇，就问环保干事。于是第二天早上4点多起来，走到共修处，果然看到几位师兄姐在上早课，听上人开示。刚开始我什么都听不懂，我还是每天到共修处去跟着做，日子久了慢慢听懂上人说的法。熏法后听到上人深深的呼唤，也想到上人年纪大了，今年终于参加培训，要学习做个手心向下的人。今天穿上旗袍，就是穿上柔和忍辱的如来衣，我更要精进在菩萨道上，身体力行，以三回法做我人生一巡的轨道。我们也看到啊，这菩萨呢他也是要把握时间，疏忽功来不及了，他就很用心开始投入，来不及了，要心法香哦，总是呢我们要把握时间了哦，所以咱来好好运用时间啊，运用咱的性命哦，疏忽的资源是以菩萨供。地势共行动，我们大家呢以菩萨共知共事共行动，我们要好好的守护大地啦，爱护众生，菩萨所言言苦众生，这是我们的方向。所以大家呢
要有共同这一念心。我们要如何心才能很干净？请立体琉璃呀、啊，同心圆，爱亲像琉璃遐尼清澈，心爱亲像呢啊，迄、那个球啦，地球同款遐尼正圆哦。我们要大爱慈济村呐、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、啊。